没事吧？应该没摔伤。头发摔得脏兮兮、乱糟糟的，真是倒霉。嗨，魔法妹们，让我来帮你们做新发型吧。太好了，正好我也想去做一个新发型呢。小朋友们，我们快带森迪和凯莉去做个漂亮的发型吧。我们先来给他们把头发清洗干净吧。用吹风机吹干。现在我们开始做发型吧。魔法妹的头发又长又柔软，颜色还很丰富，我们可以给它们编一些辫子，然后绑出造型，再戴上发卡。 Surprise！ 我们再来做一个更特别的发型吧。这次我们来设计一个甜品主题的发型吧，把不同颜色的头发绕起来盘好，然后插上奶油和冰淇淋的装饰。给森迪设计一款棒棒糖发型吧，也把头发绕起来盘成棒棒糖的样子，再戴上糖果的头饰。发型做好了。啊！我突然有了一个很棒的灵感，我们来做一个独一无二的姐妹组合发型吧。姐妹组合发型，这次我们给头发染一个漂亮的颜色，然后编好辫子。再加上糖果和甜甜圈装饰。哈哈，没错，我们要做一个甜甜圈姐妹发型。凯莉的发型和森迪一样，也可以染上不同的颜色。可以戴上一些相似的头饰，这样看起来就更像一对姐妹组合了。最后就要给她们戴上甜甜圈组合发卡，看，一个姐妹组合诞生了。小朋友们，你还能做出哪些不同的姐妹组合发型呢？比如夹心饼干姐妹。还可以做出水果冰淇淋姐妹，或者是巧克力姐妹。发挥你的创意，开一场属于你的时尚发型秀吧。